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一个印证一个八卦镜的行动态，那个八卦镜是不会的，太奇怪，我会搞八卦镜，对的，那是我们八卦镜顾问的，对，我要指派人来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共同，你要确定，我相信我们里面所有八卦镜叫那个有头上有乌龟的那个。会犯，会负你的气，气。没事，大哥。农业是无关，我的家也是无关，事业也是无关。你做任何事情的气都要无关，而不是单一性的，了解吗？所以他上面也对你写了什么？事情的关注，也就是你理解这件事情，你要。我只是不要付出多少东西，我要把它付出出去。对吧？付出去，没有这个钱。你摸开始，没有数据线，摸开始，所以他对方向是的态度。拜拜。拜拜。花你自己找事情，就让做任何事情，开始指定要把自己局限住。这就是你的观点。对人的态度要如何去修正？有还是没？不对的，我要修正。怎么去修正？有还是没有？所以他给你上课，先不管你确认，你确认的又不是你。你有时候做的意思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啊，我对这个人，我本来想教他的，或者说我想要听他，或者然后我要跟他说的。可是你的方法却错了，你的意思错了，当自己在对，开始扩大对吗？好。所以，比如说你的意，有还没有？对，必须不坏，它的意思，意思也代表很多用法，所以乱了会导致人家不想，然后会开始产生偏见。其实明明是好意。只要你能解开，你忽然间这样子，你不要这样在想啊！加油，这是你今天的功课。他也在一下一次就换个东西了。代表说你的自然，
这个是这一点头的。我怎么今天只看到他的名字？对对对，就都是他。要人心甘情愿嘛，我赶快把金钟罩提上去。很轻盈的去处理这些事情，放下放下。家人话说话，爱看的大概，但是态度。现在几点？11:15。我办完事的时候可能只是9:30。好吧，10点左右了。行，差不多。最后啊。谢谢，拜拜。